原标题：元朝的这个宰相竟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名相，并是时年仅55岁。本文作者张毅。元朝的这个宰相竟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名相，并是时年仅55岁。吴昕修卓古韩恨寿眉心，历史上能获得文正谥号的都是道德极致、世子楷模之人，是世之极美，无以复加之词。史上获此殊荣者并不多，如范仲淹、司马光、曾国藩等等。其中还有一个非汉族人士往往被人所忽略，他便是位列中国古代十大名相之一的耶律楚材。这个姓一看就是契丹贵族的姓，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辽代皇室才有这姓，而外戚一般姓萧，如萧燕燕一般。一个外族人士能荣获这样高的谥号，在中国数以千计的乡级人物中位置如此地显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耶律楚材，字进卿，号玉泉老人，湛然居士，蒙古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出身契丹贵族，早年在金世之左右司员外郎，蒙古军攻占金中都时成疾，司汉收耶律楚材为臣。耶律楚材以儒家治国之道提出和制定了各种施政方略，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达30余年，担任中书令达14年之久。他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产生深远影响，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为元朝的建立奠定基础。死后赠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图耶律楚材。其实按中国传统观念来说，耶律楚材显然是不具备正统理念下作为一个士人所应有之气节的。他不但属二臣，还是三臣。他以辽人而是金朝，再以金臣降元朝。而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第一英烈文天祥文大人，自从今别去江南路，化作提捐带血归后，那向南深深的最后一的败引颈受禄，赢得后世多少人挥泪。而反观这耶律楚材，他似乎完全的没有民族气节的概念，用白话说就是数典忘祖，但他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他以其自身的才学和理念感染了以杀戮为事的成吉思汗，以至于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说，耶律楚材这个人是上天送给我们的，必须委以重任。耶律楚材的汉学家渊很是深厚，他父亲之所以给他起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有先知先觉还是偶然的巧合，同他后来的际遇倒很契合。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个楚材禁用的典故，在本国不被重用就去别国发展。从这点来看，他老爹还真神了。想当年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刀锋过处，人迹全无。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是落后的，他们只相信快马利刃，崇尚征伐。面对攻下的一个个城池，众多的黎民百姓，他们根本不考虑如何的统治和管理，往往是以屠城的方式来解决。其野蛮性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在原始耶律楚材传中记载了大量关于耶律楚材劝谏成吉思汗等人屠城，减少战争破坏，保护黎民百姓的事实。比如他在随窝阔台渡河南征，攻取开封时，原江素不台为了报复金人的抵抗，准备屠戮开封城。他紧急进谏，说服了窝阔台，避免了元军屠城，从而保护了147万百姓免遭杀戮。蒙古人过惯了沐天席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闲于畜牧，疏于农业，不知道稼穑之重要，近臣别迭等甚至主张，虽得汉人一无所用，不若进去之，使草木畅茂，
以为目的。好可怕，这等于说他们要将征服后的大宋王朝所属之地变成牧场，来给他们放牛放羊。作为在草原生活的游牧民族，其实这种想法是来自于成吉思汗。他思考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大草原给他带来了活力。因为草原上水草丰美，动物很多，这样成吉思汗在征战的时候就不用自己带更多的行军粮食。更主要的是，大草原上非常便于蒙古骑兵作战。基于这种想法，成吉思汗就有了这样的潜意识，征服一块土地后就把这里变成大草原，杀光那里的土著居民。这矛盾的中心实际上是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幸好这时的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反对改汉地为牧场。他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实录征收课税所，增加了元帝国的收入，并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烧敛。王国维曾说，蒙古入主中夏，五人专横，其君臣又绝不知有治民之术，若此时无闻正人之类，正有不知其何如者。幸好上天给元人送来了超一流的贤相，在耶律楚材人中书令，也就是相当于宰相开始，便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各项规章制度有了可循之规。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核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上明节，斥纵横，去冗员，处酷吏，重孝悌，振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他保护农业，实行完善的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反对涂炭生命，以保护百姓为天命，禁止掠宁为区，实行编户制度，反对铺满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使原统治阶层逐步的接受汉文化思想。他的努力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的阻挠和破坏。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体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地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以。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耶律楚材乃一代英才，他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集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世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作素构著。他的诗也写得很好，传世有湛然居士文集。我比较喜欢的是他这首《过沁园有感》，诗云：昔年曾赏沁园春，今日重来记已沉。水外无心修竹谷，雪中含恨与眉心。猿颓月泄惊冰火，草莓失悲复结尘。
休对秦淮惜十月，多情依旧照行人。诗中怀念沁园昔日的美景，经战乱而今方济南觅，一片破败，四处残垣断壁，只有昔时的月亮仍然多情照着沁园，照着路过沁园的行人。诗人对战争给社会带来损害，在这首诗中得到很好的诠释。耶律楚才久居疏要，但他廉洁奉公，不搞裙带之风。原始耶律楚才传曾记载过他有言：木亲之意，但当资以金帛，若是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他死后有人中伤天下共赴，半入其甲，朝廷派人检查，其家只有一些古琴、字画以及遗文数千卷，其清操可见一斑。耶律楚才于55岁上病时，消息传出，倾国悲哀，许多蒙古人都痛哭，如同失去自己的亲人。汉族的士大夫更是流着眼泪，评掉这位功勋卓著政治家，实在大蒙古国数日内不闻乐声。史学大家白寿仪对他曾评价说，耶律楚材是13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中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